健腹 ，Q 把健腹 ，Q 把安打掉健腹，健腹 ，Q 把健腹 ，Q 把全雷达掉健腹。乐天女孩 ，Like Cooling Girls。我们也请我们乐天女孩先自我介绍一下。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Rakuten Girls， 我是队长兰兰。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我是若彤。Hello， 大家好，我是 Yuri。Hello， 大家好，我是云溪。Hello， 大家好，我是石原。Hello， 大家好，我是雅涵。Hello， 大家好，我是菲菲。Hello， 大家好，我是梦洁。那我们也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皆さん自己紹介お願いします。皆さんはじめまして。読売巨人軍公式マスコットガールヴィーナスキャプテンの伊藤ルーナ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啊，我是土麦巨人ヴィーナス的队长伊藤ルーナ，请大家多多指教。去哪一个还没回来啊？你好 ，Venus 副キャプテンの横山美優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大家好，我是副队长的横山美優，请大家多指教。你好，マナミ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大家好，我是マナミ，请多指教。大家好，アミ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大家好，我是アミ，请多多指教。你好，カリン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你好，我是艾琳，请大家多指教。你好，エマ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你好，ワカナ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大家好，我是ワカナ，请多指教。你好，ルイ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把剑腹 ，Q 把剑腹 ，Q 把安打掉剑腹，剑腹。Q 把健腹 ，Q 把全雷达廖健腹。很想问一下，就是台湾每次的应援啊，都让日本的球迷非常震撼。那你们觉得说，日本、台湾的应援各自的有什么表现，或者是说对这个彼此应援的看法？我觉得比较不同的是，因为其实我也有去过很多日本的球场，那他们的应援呢，主要是会靠近在外野的部分，然后会是人声，然后跟会有一些挥动的加油棒的声音。那其实台湾呢，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台湾会放电音舞曲，然后会有电子音乐，然后我们也有喇叭组，其实有在地 local 的，但其实我们有结合最近的最新流行，那我们会把这些东西呢融合成我们的口号，然后一起为我们的球员加油，那让他们听到这些音乐啊，也可以更振奋。那当我们在呛死的时候，他们也会更有力的回棒这样。はい、すみません。先ほどの質問は台湾のチアガールのスタイルはとても強烈ですので、まあ、とてもユニークなスタイルですので、日本のファンもとても台湾のスタイル、この応援の仕方が好きですので、これについてちょっと台湾と日本の応援の仕方はどう違うかをちょっと答えてもらいたいです。で、答えは、やはり日本の応援は外野の方でオーケストラとか楽器を使って生演奏をしたり、でも台湾だと流行りの歌、まあ、EDM とか実際の音楽をかけて、で、その応援グッズを叩いたり、もしくはなんかそのチャンスの時にもっと盛り上がります。はい。还有媒体要提问的吗？如果没有，はい。那我先翻一下题目，是吗？今回はヴィーナスさんと一緒にコラボをして、でなんか先ほども一緒にダンスを教えてもらいましたので、その時のエピソードはありますか？あと今回はヴィーナスさんと一緒になって、どう感じますか？其实在我们一开始彩排的时候，我们就有被他们的活力惊艳到，因为其实日本啦啦队的动作会比较在大动作，然后属于比较
科班的那一种腿，可以踢得很高，但是我们的风格比较不一样，所以其实当我们在做结合的时候呢，其实有一点小小的冲击，但是我觉得在舞蹈上稍微修改一下，然后就可以让我们整体的那个舞蹈变得更加精彩，然后互相也可以有互补的作用。嗨，やはりリハの時からすごいヴィーナスさんのそのパワーに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とても元気はつらつで、でその時に、まあ、皆さんの動きも結構大きくて、足もすごいすごく高く上げたりして、でそれでコラボした時はとても衝撃を受けました。でもお互いの良さを取り入れて、で今回 の、 そのコラボのダンスももっと素晴らしい結果に皆さんにお見せできたと思います。我想要请问一下所有的队员，因为今天可能是今年应该是乐天女孩第一次到大巨蛋，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因为你们今年没有主场排在大巨蛋嘛，可以帮我讲一下从进到大巨蛋或是彩排表演这些或是登上应援舞台的感觉。蓝先好不好？好，其实呢就像我刚刚讲，在彩排从进来然后我们到休息室，然后一路到我们的巨蛋的场地里面，其实一路上我们都是非常惊讶跟惊叹的。那其实在这个路途中呢，我们也非常的珍惜，因为就像记者大哥讲的，我们可能今年没有带大巨蛋的比赛，但是所以让我们对这次的比赛更加的珍惜，然后希望可以这次的比赛可以让我们带给更多不同的经验，然后可以让整体的乐天女孩呢经验加成，可以让我们所有团员的表现更加好。